安哥华，可以讲一下你来南院开始驾校车多久了吗？大概是最少也是有十年了哦。10年啊，所以你一来就是驾这辆车啊，一来就是驾这辆车。像这辆车在南院多久了哈？这辆车啊，有十多年了喽。10多年啊，大概是十多年了啊，这辆车。然后你驾这辆车遇到什么事吗？没有什么啦，没有什么危险的，因为我们只是绕这边而已，没有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像今天这辆车是最后一天在南院底下驾走了啊，你有什么心情？现在怎样？有什么感想？有什么好感想？是这样喽，车旧了就是要换嘛，没有办法的。这辆也是够本了啦，算够本了。